来呀！搞定了！哇哦！浪小子，你也太靠谱了！我说博士，你咋回事嘛？我刚走几天，你咋就这么落魄了？我不知道啊，本来打得好好的，后来我的小布突然提醒我，我曾经废弃了很久的一个实验室被毁。虽然那个实验室我早就不要了，但是实验室的地点比较特殊，所以引起了我很大的警觉，心思没办法放在战场上，结果兵败如山倒，老牛也被抓走了。 Oh no！ 不是，你咋这么拉垮啊？本来你要是顺顺利利的战斗，我都要准备回去养老了。哎，不对，那个实验室不会就是我此前遇到过的实验室吧？难道还真是邪恶博士的？哎，难不成我真的已经拉了？哈哈哈，博士，你在这里愁啥呢？死神你怎么跑出来了？怎么，你的伤养好了？那倒是还没有，就是我突然想帮助你们了。哼，你这个老骨头是怎么突然产生这个想法的？这不是因为之前我总想把冥界的黑雾带到方舟大陆来，结果总是被你打败，养伤养到至今。现在我已经放弃了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骨，呸，重新做神。那你打算怎么帮助我们？这是我这大半年不登场累计的全部力量，现在全部都给游小浪。博士，你要是不放心，可以鉴定一下。还真是，浪小子，你可以放心的吃。这么顺利的吗？我咋感觉死神靠不住呢？游小浪，你别以为我之前追杀你，就把我想成什么坏人。其实我非常的善良。咦，更不相信了。我还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个情报，小小柱在北方寻找你们，你们吸收完力量之后，可以直接去偷袭他，必定可以旗开得胜。就按你说的办，浪小子，准备进化吧。好的，开始进化。泰坦巨魔祖拉曼进化成功。通过吸收死神的冥界之力，我成功的进化成为了元祖巨魔祖拉曼。由于体内拥有泰坦一族的血脉，我身高达到了千尺，身披钛金盔甲，手持巨锤，威武霸气。走，咱们现在就去找小小柱，我已经手痒难耐了。小小柱，你不是在找我吗？现在我浪小子来了。你小子居然还敢出来！哼，无论寒冰老人修复你多少次，我都能轻松打败你。小弟们，给我冲！哈哈，小喽啰们再多也成不了气候的，尝尝这个。全部秒杀！小小猪，我知道你很强，所以我会用我最强的一锤迎战你。接好了，Nice， 不愧是死神的力量啊，也太强了，直接就给秒杀了，爽！哇哦！浪小子，虽然咱们损失惨重，但是还是要乘胜追击，直接干掉寒冰老人。行嘞，咱们出发吧。哈哈哈，这座城市中本来还是有一些留守守卫的，但是游小浪和邪恶博士被我骗出来吸引火力，留守的生物也离开了。现在寒冰老人收集了数年的资源，全是我的喽！哈哈哈。